为了孩子健康，妈妈花钱买心安。未来的那个单，我就勾勾勾勾勾，我全部勾。然后我还加做了一个叫做胎儿的颈部透明带，我小孩全部都做了。哇塞，这么厉害！怎么都要做，不然对不起小孩。近视人就是我小孩双眼头要做电脑断层，有放射性的东西，当然我们还是能碰就不碰。你心脏要先够大，你一定要有专业人士亲自跟你解释，这个过程很重要。今天晚间9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